理性游戏适度氪金，大家好，我是马老贼。前两天官方在公众号上发布了关于新剧本《英雄集结》的一个前瞻内容，然后老贼在公众号里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，来跟大家汇报一下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我们在新剧本《英雄集结》中，随着黄土霸业的进展，将会解锁赛季商店。赛季商店在主攻兑换两个战法之后将会关闭，希望各位主攻谨慎选择。来，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，首先这两个是被动战法，这两个是指挥战法。 这是阵法，这是主动战法，没有争议吧？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带盾的，因为自己没见过，所以觉得它是一个兵种战法。在这里，老贼澄清一下，它绝对不是兵种战法，这里它只可能是指挥战法，而且不是我们现有的指挥战法。因为老贼在看了所有的我们能够获得的拆解技和事件战法中，没有这个带盾图标的指挥战法。结果，老贼今天在进入。 这个先锋服里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在赛季规则里有一句话：增加赛季战法，助力玩家搭配阵容。赛季战法不可与原战法同时上阵，意味着这个战法原来玩家就是可以用的，它不会是野地战法，也不是新出的一个什么专属赛季战法。这个战法大家原来就有，只不过不是拆解技和事件战法。 也不是野地的，那就有意思了。那他就只可能是武将的自带战法。那自带战法有哪些是带盾的呢？老贼找了一圈儿，发现了两个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，第一个是魏国郭嘉的自带战法“十胜十败”，战斗前两回合使我军主将获得洞察状态，受到的伤害降低百分之五十。第二个是吴国陆抗的自带战法“教胜帷幄”，战斗中提高己方主将。 百分之十四奇谋概率及百分之二十奇谋伤害，同时为己方主将分摊百分之三十的伤害。好，这是目前老贼找到的唯二的两个带盾图标的指挥战法，那就有意思了。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赛季商店获得十胜十败和教圣维沃，大家会怎么搭配呢？或许对于现有阵容会有一定的冲击，而且而且注意，还是那句话，赛季战法不可与原战法同时上阵。 那么这两个战法有没有可能是太平道法和士别三日呢？或者是太平道法裸衣血战呢？双太平双裸衣是什么概念呢？我觉得这里对于现有阵容的冲击是会非常大的。而且这个指挥战法拿剑的，它有可能是什么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拿剑的指挥战法：暂避其锋，奇迹良谋，一心招烈，铁骑驱驰，抚集军民。 如果双太平、双裸衣、双辅级军民、双八门、双畸形，你怎么说嘛？这怎么玩嘛？我开始对于这个赛季的配将有一点期待了，不知道大家会对于赛季商店有怎样的期待呢？如果这里真的是教帷时胜维沃和十胜失败，你会怎么选呢？关于这一点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老贼一起讨论。那咱们这期视频就简单先到这儿，后续老贼会给大家带来。 更多的关于新剧本《英雄集结》的一些内容信息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好吧？我们先到这儿，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